哇！香港真係復常啦，同我賣花讚花香啊！真係蘭桂坊呢度夜晚11點星期四晚都唔知咩嘅日子啦，總之哇，係咁咦啊，人來人往啊！咁啊，四哥，你再投資三部基金啊，留底啊，復常嘅機會啊！因為之後咧，鋪頭最緊要做到生意啊，最緊要做到生意。你美國啲咩加息減息都好嘅時候咧，拉曬閘肺炎嘅時候咧，冇生意做咧，鋪價就自然會跌啊！咁啊，但如果你有生意嘅時候咧，咁啊自然啦，商鋪商機人先鋪頭行口，坐滿曬人嘅時候咧，咁啊鋪頭就自然值錢噶啦。過去幾年間咧，真係幸運地咧，叫做逆市入邊嘅時候咧，咁啊所有物業咧，即係不幸運咧，就全部跌啦。呢個住宅又好，工廈又好，商廈又好，呢個鋪都好啦，我哋基金幸運地咧，叫做扣除曬所有嘅費用啊、管理費啊、稅務之後咧，叫升咗18.1%。扣除曬所有費用之後就拉雲咧，基本上跑贏咗大市咧，就全部都講20%-30%啦。咁逆市入邊能夠跑得贏嘅時候，希望啦順市嘅時候咧能夠識飛天噶啦。咁我識飛啦，但係會容易做好多啦。順水游水梗係容易好多啦，好過逆水游啊。有興趣了解多啲嘅時候，我哋基金點樣去做法啦？咁啊點樣去投資啊？點樣去揾呢個嘅租客啊？租客投資者兼呢個業主嘅時候，點樣能夠三樣啊？點樣做嘅時候咧？約出嚟下個禮拜開始嘅時候啦，連續幾場嘅 seminar， 咁可以嚟我哋公司啊。咁啊，紫色啊，揸住港幣800万以上流動資產人士，即係非物業啊，去參與啊。我自己咧，買啊最開心啊！見到魚羊嘅時候咧，啲人咧係咁湧住曬嘅走啦。啊，而家呢排見仔多，啱啱影嘅時候見女多。好啦，咁我哋買緊先，多謝你。我哋旗艦開放式盛匯商鋪增值基金自2019年8月推出，奉行入三出一策略，至今已經買入78间街鋪，賣出33间，涉資21.22亿。我哋即將舉辦今年第一季集資講座，歡迎報名。